你们就拿一个小小的吸管。我拿个桶等一下会出场的。然后看这个铝箔纸，就把它放在这个吸管多的五间，那个铝箔纸要超出0.5间，这样把它围起来。啊！然后就把多的部分塞进去。把吸管拿出来。虫啊！那个不是虫啊，是一个组织，因为找不到虫了。你要看那个虫。小珠子可以去脚车店的，然后脚车店很多啊。然后你就放进这个火柴盒，摇动这五次，给它平，就是给它可以滚动平衡。超过一个呀，就是要给他怎么样啊？给他们是需要。我也是你们六。啊，对呀啊，你放对呀啊，你可以放在手上，你放在手上这样，它不倒翁。哎，老师先，看成功吗？啊，对呀啊 ，OK。